这张描绘了大唐公元669年国土范围的地图，被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收录在《中国古代历史地图集》里。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到，大唐疆域西起咸海葱岭，北接贝加尔湖，北至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外海，南至北部湾以西海岸，疆域空前广大。大唐总章二年，这个看似普通的年号却铭刻下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岁月。不过，这个繁荣帝国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就在同一年，大唐帝国的东南今闽南、粤北等地区的原住民山越人的暴乱开始了。长安的大明宫里，唐王朝的第三任统治者高宗李治接到了泉州刺史与潮州刺史的告急奏章。古泉州和潮州之间，也就是今天的闽南地区，地处边荒海隅，山高水险，大唐帝国对这一地区尚未形成有效统治。山越人与汉人的冲突时有发生，这次声势浩大的蛮辽校乱，如果不及时扑灭，恐将波及南部的半壁江山，这让唐高宗李治寝食难安。这时的帝国军队重兵集结于六大都护府，也就是西域、漠北地区和新罗从西到东的漫长国境线上，南部边防却空前空虚。选派哪位将领，从何处筹集兵力，远赴东南平叛，成为唐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公元669年，唐高宗李治紧急召见归德将军陈正，令他从家乡河南光州固始招募府兵前往福建平息叛乱。史书记载，归德将军陈正率光州府兵3600人，将123员，出兵闽南。陈正的儿子年仅13岁的陈元光也随父出征。将士们拿起自己打制或购买的武器，背上自家耕种的粮食，为了唐王朝东南边疆的安定，开始了踏上闽南的远征之旅。出征的将士们没有想到，从此走上背井离乡的不归之路。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故乡，成为唐代以来中原向东南大规模移民浪潮的先驱。唐军主力渡过九龙江后，驻扎在九龙江上游华安与漳平的交界地带，这里地势平缓，利于驻军休整，也有利于与山越人进行平地作战。当数倍于己的山越军突然出现时，陈正才发现他的部队陷入了重重包围。为了一举全歼这支入闽的唐军部队，山越军首领雷万兴纠集了18洞蛮辽，上万士兵参与决战。山越部队自北面截断光州军归路，
在东南各处隘口设下伏兵，利用地形和人数优势，主动向唐军主力发起攻击。此时唐军疾病多发，寡不敌众，一战之下唐军大败，被迫退往山高林密的九龙山。这个陈震来了以后，因为当地的蛮老势力很大，他没有办法一下子平定，反而被困守在九龙山。九龙山方圆数十里，四周高山峻岭，悬崖峭壁，易守难攻。在方圆数里的高山上，光州府兵粮草日促，进退失据。在夜色中，陈正派参将李伯尧伺机冲出重围，赶赴泉州，也就是后来的福州，请泉州刺史向朝廷求援。唐军被围的消息震动唐廷。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夏季，大唐中书令裴炎保举陈正的大哥中郎将怀远将军陈敏，二哥右郎将怀化将军陈夫，再度从光州固始招募府兵，入闽救援。为了解救远在南疆的亲人，陈氏兄弟迅速在家乡募兵，并带随军眷属5000多人南下增援。陈正的母亲，年逾74岁的魏太夫人，也坚决要求随军南征。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开元十年，也就是公元732年，光州有29695人。作为光州府5县之一，每县平均数6000户，按5人1户，1户一成年男丁的比例，固始2次出兵闽南，前后共8000多人。这个数字大概已经接近兵源的极限，未知倾城而出，亦不为过。这是一次拯救故乡亲人生命的战斗，这支由固始58姓组成的援军日夜兼程，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尽快赶到闽南前线。光州军沿古道南行，行至浙江江山，时逢盛夏，山地暑热蒸湿，虫蒙肆虐，士兵大量感染，不时身亡道中。主帅陈敏、副帅陈夫均已年过50，也因疾病相继撒手人寰，数以百计的将士倒在征途，亲人悲痛欲绝，哭嚎山野。在福建仙霞岭的汉兴山上，府兵将士默默地埋葬了他们的领路人，共同推举陈正的母亲魏静夫人主持军务。在疫情的威胁下，魏静夫人号令全军丢弃辎重，加速行军，尽快走出荆棘丛生的山林。这支哀兵之师星夜兼程赶至九龙山下，两支光州固始的军队合兵一处，终于解除了九龙山之围。为了解决粮草供应，光州府兵开始在九龙山下开荒屯田，让这块荒凉边陲第一次出现鸡鸣和炊烟。
当暮色降临，箫声渐起，勾起多少士兵对故乡的回望。他们不知道要在这里战斗多久，也不知道最终会有多少人回到故乡。陈正与儿子陈元光改变了策略，巩固江东至泉州一线的根据地，伺机蚕食一山一寨，与山岳军展开周旋。经过数月休整，在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陈正精心策划了一次反击战。他在九龙江东岸劫筏渡船，摆出进攻态势，却暗中派李伯尧沿江而上，在九龙江上游渡江，包抄山岳军左翼。山岳军向梁山溃逃，在盘陀岭一带被唐军主力追上。陈正大败山岳，军威大振。此役之后，唐军扭转了出战的颓势，移师九龙江与梁山之间的平原地区，且战且守，进入了与山岳军相持的漫长阶段。残酷的战斗持续了五年，陈正与陈元光父子先后攻下桃源洞、平福窑寨、明娥洞、飞娥洞、娘子寨等苗蛮各部村寨。大唐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四月十五日，在光州府兵进入闽南征战的第八个年头，归德将军陈正因背脊劳瘁在火田屯营地逝世，享年62岁，谥号忠肃。陈正病亡之后，魏晋夫人再次强忍悲痛主持大局，呈请朝廷任命孙子陈元光继承父位，继续指挥作战。陈元光这位当时年仅21岁的年轻统帅，被命运推向了平乱的第一线。十多年烽烟不息，整海遍野的苦难现实教育了陈元光，他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无法征服帝国这片东南荒域，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战役。陈元光新的策略是让山岳人接受大唐的农耕文明，从根本上拔除山岳人暴乱的源头。他将愿意归化的广大贫苦山民编入户籍，创建以中原生产生活方式为范本的唐化礼，对编入户籍的土著山民免除徭役，教授中原先进的耕作方法，让他们过上农业定居生活。对于居住在深山老林、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民，陈元光则派士兵开辟山路，与他们互通贸易。陈元光敏锐地捕捉到闽南的局势变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军事决策。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陈元光挥师进入今广东潮州，经过大小百余次战斗，从背后攻入今福建漳浦县西南的盘陀岭，在蒲葵关俘获了山岳军首领，其主力部队纷纷投诚。自此，彻底平定了项乱。将军百战身已没，壮士十年家难归。此时，这支来自光州固始的中原部队已经在闽南征战了17个年头。陈元光的特质应该是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作战非常英勇，
所谓的以少胜多。另外一方面，应该说他的文化素养也比较高，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可以说是文武全才，所以呢，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为了实现闽南的长治久安，公元686年12月，陈元光经过深思熟虑，在这篇收于《全唐文》164卷的著名奏章中，上书女皇武则天，请建益州于全朝间，以控灵表，其请赐使以主其事。陈元光请求在全朝之间新建益州，将闽南土著居民纳入户籍管理，因其流经云霄的河流被陈政命名为张江。整个的管理模式啊，就是和中原啊联系非常大。在这个陈氏家族的第三代、第四代的时候，那么他们也一直连续在这个地方啊做这个就是州一级的行政长官。那么就说明啊，当时啊，就说在陈氏家族在福建扎根的前几代的时候，那么和中原地区联系还是非常密切的。这些来自光州故事的中原人，是唐代闽南地区第一次有组织的军事移民。这群福建荒山的开拓者，也成为了今天漳州人的始祖。公元711年，农历11月5日，粤东流寇纠集残部前至岳山。陈元光在出巡途中闻警，新率骑兵迎战，因援兵未至，寡不敌众，被敌将蓝凤高刺没，享年55岁。为了表彰追思陈元光开创漳州地区的功绩，唐王朝追封陈元光为鲍韬卫镇军大将军、侍中义文会颍川侯。到了宋代，又追封陈元光为开漳主圣王、加侍中义文会王。明代加封威惠开漳主圣王，清代再封为高封四典开漳圣王。对一个开拓者来说，他的这种精神，他的这种度量，以及呢他各方面的学养啊，我觉得都是有很多啊值得我们来效法的地方。那也正是因为这样呢，所以他过世以后，老百姓才真正的开始怀念他，这个希望朝廷啊能够啊追赠他作为啊开漳圣王。在闽台之地，多年来人们一直为开漳圣王陈元光立庙奉祀，香火不绝。在漳州和潮汕地区，民间供奉开漳圣王的威惠庙、燕翼宫就有100余座之多。陈元光对台湾和海外地区的华人也同样影响巨大。现在台湾2300多万人口中，有近80%的人来自闽南，其中很多人的祖籍都在河南固始。台湾崇奉开漳圣王的官庙祠宇接近300座，
以宜兰、桃园、台北数量为最，这是台湾广大同胞认同根在大陆、亲如一家的象征性标志。在东南亚各地，闽台华侨也建起陈胜王庙二三十座，尤以新加坡最多。我们在海外所知道的中华文化，就是开漳圣王从中原引到了福建，发扬光大到海外的中华文化。因此他不仅仅是漳州人的守护神，他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跟中华民族的守护神。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谈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不能遗忘掉开漳圣王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在今天河南省的固始县陈集镇，还能找到陈元光将军故居旧址，占地三十亩，有房百余间，为四合大院结构，东依福光山，门迎月牙塘，多年来一直是闽台及海外陈姓后人的祭祖圣地。故园有祠，闽台有庙，历经千年沧桑而香火不绝。时至今日，无数的闽台人和海外侨胞都能从陈元光领导的那次移民找到自己的根与故乡。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认同。五祖来自光州故事，为大唐征闽南府兵之一。唐末天下大乱，光州人王审之统一福建，在五代十国时期建立闽国。王审之由于推行仁政被后世怀念，被今天闽台两地的人们尊为八闽人祖。请收看闽台祖地第二集《八闽人祖》。